这是中央电视台以前的新闻联播和现在清晨各频道开播前播出的一组画面。在神圣而庄严的国歌声中，映入我们眼帘的长城雄姿就是金山岭长城。这每一个画面都具有极其深刻的含义。为何在象征意义如此重要的节目里，偏偏选取了人们并不熟知的金山岭长城？它有什么独特之处，能脱颖而出，成为万里长城的代表画面呢？金山岭长城位于河北省承德市的滦平县，与北京市密云县交界。它始建于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由大将徐达主持修建。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抗倭名将蓟镇总兵戚继光在徐达所建长城的基础上续建改建。这块碑文清楚记录了戚继光督建金山岭长城的历史。威震南方的戚继光在东南沿海一带抗倭是常胜将军，可为何又被调到不熟悉的北方修长城了呢？当时明朝对北方的蒙古族势力逐渐采取的是防守姿态，再加上内政日趋腐败，北方边界频频告急。嘉靖29年，蒙古将领俺答率兵围攻北京，史称庚戍之变，随后战事接连不断。戚继光在南部沿海一带扫清了横行200多年的倭寇之患，以无仗可打。隆庆年间，张居正出任内阁宰相，也主管兵部事务。知人善任一代名相的他，执意调戚继光北上。然而，朝中的对立势力百般刁难，阻挠调戚继光北上。无奈之中，张居正亲自找到隆庆帝，以自己的前程担保，才说服了皇帝让戚继光率兵北上。一年360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经过一番波折，戚继光终于带领3700家军北上，在北京以北的冀州一带接防。张居正把戚继光安排在北京的正前方冀州一线，这是明王朝京畿边防最重要的一处。戚继光在蓟门一线镇守16年，防线固若金汤，北京城再无危机。抗击倭寇十余年，历经大小80多场战争无败仗的戚继光，在冀州16年任劳任怨地做了两件事：一是镇守边防练兵，二是加固扩修长城。金山岭长城正是这一时期由戚继光精心设计督建的。为了这一片边塞的安宁，戚继光曾殚精竭虑，严明治军，工程精益求精。我们不难想象，这样的常胜将军督建的长城会是怎样的长城。金山岭长城依山平险，起伏跌宕于山峦之间，形态极为雄奇。专家对金山岭长城数次考察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它的构筑精巧，形式多样，是长城其他地段绝难与其媲美的，是明代长城最具特色的一段，是万里长城之精华，是巅峰之作。它不仅是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代表